小兰，阿丽贝特，无聊搭车，这里困难啊！抱歉，我不是哑巴，也不是日本人，我只是别人问我问题，听到问句，我会脑袋放空，必须思考五秒才有办法说出答案。哎，我知，这不是去干啦，去干。你有在问题，拢在卡五秒，跟你讲话袂出，点在等红灯的。阿伯，你就安尼比是啥物意思啊？先，拍手。